所以把 Runny 的科技放在这个鞋子里，所以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它的一个鞋垫叫 OsoLite。那 OsoLite 的鞋垫是很能够防震的。那加上我们家的 Flyfoam 的 Glass， 它除了防震之外呢，还有一点点回弹的效果。这一次呢，我就是搭上丹宁牛仔裤，加上上半身多层次的搭配，以亚瑟式的大学梯来做一个整体的造型。那自己平常在穿搭上都会以素色类的为主，那今天可以穿到经典复刻篮球鞋 EX89， 也是自己非常喜欢的风格。那如果你用一句话来形容 EX89， 你会怎么去形容它？我觉得 EX89 就是值得等待的经典。